我倒是其实我们沟通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进入，因为我也说了，我能做都做了。我房间你可以看到我全部都关着，然后我窗帘装了两道，我不知道管理员有没有看过那个手机，我装了这个吸音门帘装了15万，然后隔音的地板装了40万，还有两扇门，我总共花了70万，为了你们在做隔音。那你们家里有做隔音的装潢吗？你们家有做装潢吗？那为什么我要为了你们我不工作，我放弃工作？我不是在半夜做这个。请问11点都是半夜吗？是。那安静是客观的证据。那你们请问你告我，告我吗？社会法一次6000块，我装这些60几万，我可以罚你一次，我罚到你死了，这些都钱都还花不完，你可以告我啊？难道是我故意要吵你们吗？是，那这样不用沟通啊？你觉得我故意要吵你，那就是故意要吵你啊？我故意花60几万再来吵你，我神经病？我60几万的收据我都要给管理员，那你这样还要认为我是故意吵你？那你不是神经病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倒是，咚咚咚咚咚，是不是要换我报警啊？是不是要换我报警啊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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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等下我报个警，可以报警的啊！喂，你好，这个有人在敲我家的门，可以报警，可以麻烦你们过来看一下吗？其实我们沟通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进入，因为我们会说，我能做都做了。我房间你可以看到我全部都关着，然后我窗帘装了两道，我不知道管理员有没有看过那个手机。我装了这个吸音门帘装了15万，然后隔音的地板装了40万，还有两扇门，我总共花了70万，为了你们在做隔音，然后我委送你们那个静音的那个什么白噪音的机器人。这整个就是委送你们，那你们家里有做隔音的装潢吗？你们家有做装潢吗？那为什么我要为了你们我不工作，我放弃工作？我不是在。请问11点都是半夜吗？11点都是半夜。那安静是客观的证据吗？没有客观。那你们请问，你告我？不是，告我啊！社会法一次6000块，我装这些60几万，我可以罚你一次，我罚到你死。这些都钱都还花不完，你可以告我啊！没有用，但是我能控制。难道是我故意要吵你们吗？是。那这样不用沟通啊？你觉得我故意要吵你，那就是故意要吵你啊！我故意花60几万再来吵你，我神经病？我60几万的收据我都要给管理员，那你这样还要认为我是故意吵你？那你不是神经病？可以，我可以。我经费我气到要发疯了。他们是真的有做好生意，他们都花个数倍下去，然后才会如果他们今天睡觉都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，就那个声音就没有传到家里，然后他们就上了回家过年时间老公是一样的，我跟他说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有点被你干扰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误吵，但是你还是有误吵。有过几次了，但有几次你们报警不是真的有点吵，我是对你们有点抱歉。但因为有时候打气真的比较急迫，那我不是故意要吵，因为我直播做了7、8年，我从搬来这里之前就是这样，就是我打气会激动会吵。然后我以前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实话没有做什么隔音，但已经被报警。但是我来了这里，我隔音做了很多，还是已经被报警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也觉得是你们故意报警，让我干扰我的直播，从我的角度。但我还是把它做到，我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在做。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两个月，甚至我几乎没有在办生意。我相信这个改善，你们也应该也有感受到。有。对，那今天我同意。
对，我严格说起来，今天也还没过十二点，然后你们就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在讲，我觉得我也无法接受。今天如果已经过十二点，但一两点到这样子，那我可能是有点站不住。但我说实话，现在、当然对上班族来说十二点很舒适，但是现在有很多夜猫子，说十二点是真的很晚。但我觉得十二点是我的还是有的工作时间，因为毕竟我职业不同，我其实算是一个就大家下班的时候才开始工作。那难道我要为了你们去睡觉，然后我就要放弃你们的工作时间？这样我觉得你太多了。所以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，我说我愿意出钱帮你出一半的钱做你的状况，我不想你们。但是我或者我跟管理员讲，我们那没有做。就我觉得我这里做到极限了，但是也许还有一些能补强。对，那如果楼下邻居，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，那早一天，我觉得找专业的隔音厂商到两户之间做测试，看看知道我这里加东西好，还是在他们那里加东西好。反正最差啊，最差的打算就是钱全部都我出嘛，就是希望可以图个安。但是钱全部都我出完之后，我会可能会要求一个弹书啦，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前不准报警。你妈！如果隔音都测完，然后做好做满，钱由我出的，他们还他妈十点多报警，那我真的会接受不了。